第三题，刘庆斌 ，PPTP， 雷晶，雷展吧，雷展。李李李，第一周，第一站，第一站。李李李，第一周，第一站。他家里阿的囝，李李李的记录，当二十年，有收入的，我伫四川的王乡，彼时，我兄弟一人，名叫汉阿尼，甲本来的台人来，我对伊问到遐的头刀法，伫犹太人就是受掠的中间所村的。到加洛山岭的事情，因甲我讲，遐会受掠的，当来所村老地的人，伫心内拄着罗汉人受侵略，到加洛山岭的城墙拆毁，城门红火烧落去。我听见遮的话，就直直啼哭，悲哀无奈，更加祈祷伫天顶的上帝面前，讲天顶的上帝，耶和华，至大通调位的上帝。修养，今日来，并且伊准按伊的诫命的，我当求你，愿你耳通听，目睭看，听你的祷告，即粒日暝为你的祷告，以色列人来祈祷，伫你面前的祈祷，因以色列人的罪，就是我所得罪你的，我甲我的老爸的家拢有罪，我对你所行的尽在腐败。无遵守你法律条约，无西所命令的诫命、律例、法度，求你根据你所命令你的条约、无西的话，讲，恁若犯罪，我就要四散恁伫个国中。纵是恁若违逆我，守我的诫命来行伊，就恁受管教的人，虽然伫天边，我也要对遐就是因。传伊到我所记，你安置我的名的所在。但遮个都是你的祖国，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你的大贵力甲大权力的手所救赎的。主啊，求你按耳孔听你的祖国的祈祷，甲遮个义爱欢喜记为你的名的祖国的祈祷。搁求你，予你的祖国今仔日天空，伫即人的面前得到稳定。一时我最浓的酒情，心情好佳，下面。